你看，钢琴比赛第一名。哎呀，我的妈！第一名！爸爸，你怎么了？闺女，爸爸谢谢你，这再次证明爸爸这些年为你花的钱没白花。孩子，爸爸是一个不懂音乐的人，因为你练琴，爸爸听了半年的肖邦，听得爸爸都想削人。现在看来光一个肖邦不行了，爸爸得给你配一个木邦。拿着，爸爸给你送一个镜框好不好，然后把它挂在咱们家好吗？Yeah! 哎呀，我女儿太棒了！我打扮了啊！回家了。哎哎哎，牛牛，跑物业来干什么来了？哎，姨父。哎，我看看。哎呀，钢琴比赛第一名！哎呀，好牛牛，再接再厉啊！嗯，快回家吧。好，那我回家了。大姐夫，我听说你们物业公司要评选优秀员工啊，而且优秀员工能得20000块钱奖金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哎呦，这家伙！想得这20000块钱都想哭了都，这么想要得这20000块钱啊？必须拿这20000块钱，是不是？我要给我女儿换一个新钢琴，换一个一手的钢琴，一手的。哎呀，早就该换了，你的二手钢琴。写什么呢？哎，你别看，你别看。写什么呢？我们公司的事儿，你别看啊，跟你没关系。啊，好好，我不看。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说个事。干什么呀？我哎呀，特别重要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告诉你大姐夫，你的运气来了、啊、人的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啥运气啊？赵刚子啊，你们物业公司那个总的董事长啊，他的小舅子海龙是不是就住在咱们小区？对呀、啊、他要进你们物业公司，这个事儿你知道不？呀，你这消息挺灵通啊。那我是谁？这回啊有3个候选人哦，他是其中之一哦。我们那个董事长正在征求我们这些中层领导的意见。这就是你的机会，你的运气。我跟你说，你马上要顶上去，顶上去推一下，推一下。我现在就想推你，你给我下来。哎、沙发挺好的，你看你在这儿，这你还不懂吗？什么叫推一下啊？你替你们董事长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喽、啊，哎，做海龙的推荐人呢。算了，海龙什么样你不知道吗？啊？就那在小区里边平时乱倒垃圾乱停车那么个人，跟你特别像。我跟你说，那样的人能到物业总公司去吗？那你什么意见啊？什么意见？我正在写这个意见书呢，我跟领导说他不行。人家不行，行不行跟你什么关系？你管得着吗你？好家伙，你说人家不行，人家是董事长的小舅子，人家俩人的关系相当于咱俩的关系。哎，比如说我要到你们公司，大家都不同意，你同意吗？我同意啊，啊，我同意他们不同意你。我没你这样的亲戚，我。我们公司的事你不用管。我是为你好，工作的事你不用管。你怎么？啊！爸爸，你看啊！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把地给弄了个窟窿。这谁呀、啊？我刚才在楼下碰到咱们同学了，咱们同学非要看，他一抢我一躲就成这样了。哎呀，这气死我了。男同学女同学？男同学。多高个？到你这儿。找他去。这还了不得了。哎哎哎，回来干什么呀？小孩之间你跟他掺和啥呀？你欺负人，这挺好的第一名给捅成个零了，你瞅瞅。没事，我跟你讲啊，没事，同学之间吧，是吧？哈，捅个零也行，对吧？你从数学这个角度来说，零比一还靠前呢。哎呀，行了吧，赵刚子，你什么数学呀？还零比一靠前？怎么宣布啊？妞妞同学获得钢琴比赛第零名。这么宣布的，走，找他家长去啊！找他家长去，我带你去。不用找了，大爷爷是我爸爸的董事长。董事长？对，是吗？是。我们那个前两天开会的时候，董事长还跟我说他那个孙子跟妞妞是同学，是吧？这回还找吗？找去。啊？
必须带着妞妞找他们家去。哎呦，这可不是我认识的钱顺风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顺风，我真找吗？我告诉你，赵刚子啊，越是这个时候，你越得带着妞妞去找他去。哎呦，全顺风，我今天对你刮目相看，眼看必须听我的。好，一会儿你就把这身衣裳脱了啊，光着膀子，绑上两根金条，敲开整打的门，哐哐就跪那儿。对不起，我负荆请罪来了。你他妈的！